信耶稣不是没有苦难，而是可以靠着耶稣面对病胜过苦难。信耶稣不是不会生病，而是在病患中经历神的信实和安慰。信耶稣不是为了富有，而是在各种境况中懂得知足和感恩。信耶稣不是凡事顺利，而是在逆境中认识自己软弱与不足。信耶稣不是有求必应，而知道什么是我们最需要的。信耶稣不是让人觉得体面，而是真正明白自己生命的源头。信耶稣不是做善事，而是与至高真神建立亲密关系。信耶稣不是明天的事，而是一件立刻马上要做的事。信耶稣不是丢人的事，而是智慧的开端，福分的开始。信耶稣不是可有可无的事，而是关乎你生死攸关的事。信耶稣不是勉勉强强的事，而是自己选择生死与祸福的事。信耶稣不是一个人的事，而是需要将福音分享给他人的事。神爱世人，但神不逼任何人相信他或接受他。然而神将一切过去、现在、将来的事已经陈明在你眼前，还将信与不信之人的结果摆在你眼前，请您做出正确的选择。神爱世人意味着神爱我们每一个人，主耶稣为我们全人类的过犯流血舍命，成为了赎罪祭，救赎了我们，包括你、我、他。你若爱主、相信主、跟随主，你沉睡的心灵将被唤醒，你属灵的眼睛将会打开，你将看到并得到今生的祝福和永恒的生命，这才叫信耶稣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Fallen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